弥勒佛，全名称为东来下生弥勒尊佛，伊是一尊弥勒佛。根据《弥勒上圣经》记载，弥勒佛将是下界释迦牟尼佛之后而降生在人间，而伊也未成佛之前，则称为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下凡救世的预言，在佛教各派别的经典中拢有描述。佛教徒拢将弥勒菩萨视为救世主。在汉人文化内，随着汉传佛教的普及，弥勒信仰被民间信仰所吸收，因此信仰相当广泛。除了佛教徒之外，白莲教、一贯道、道教也有民间信仰，拢有供奉弥勒佛。以佛教立场来看，弥勒佛的降生是为了救度人类能够离苦得乐，为人类创造出一片净土，进而衍生出弥勒净土法门，借着称念弥勒佛的圣号，在未来东顶莲华三会，应生在弥勒净土中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，欢迎收看《风神榜神之传说》弥勒佛的故事。顶一集咱讲到布袋和尚找到往生的下落，竟然甲布姑娘倒伫同一区的棺材内面。本阿伯终于知影，这是囝甲布姑娘前世的姻缘，伊嘛只好答应两个人的婚事啊。冯生甲布姑娘成天了后，结成连理毛巾啊。因为冯生伫天庭咧办学，有一点啊成绩，玉帝感念冯生的孝心，决定要予冯生甲布姑娘带囡仔下凡，一来是要陪伴冯阿伯度过的晚年，二来是满足冯生求取功名的愿望。冯生下凡了后，如愿考得状元，为着要答谢布袋和尚，予因一家团圆的温情，冯生四处来探听布袋和尚的下落，但是拢无消无息。冯生考得状元，冯老伯是格外欢喜。伊是摆设酒宴，邀请亲朋好友来到家中庆祝。正当人客聚集在本家举杯同欢的时候，江边市的主持带着200字话来到本家，对着冯老伯说：“这是布袋和尚托老衲送来200字话，一百是要送乎冯老伯，另一百是要送乎新科状元的。”主持讲完话后就离开。冯老伯吩咐新妇准备素斋，要留主持做伙共桌用餐，但是被主持婉拒了。冯老伯十分感念布袋和尚为因全家所做的一切，让伊可以在晚年的时光中有家己新妇孙仔一齐陪伴，未阁是孤家寡人度过余生。布袋和尚为天庭记载，让冯生在天庭发挥所长，不管是在文昌殿内的学堂，或是凡间办学的事业，拢相当兴盛，带动了良好的读书风气。玉皇大帝召请布袋和尚返回天庭。布袋和尚回到天庭之后，又回到道术院院继续修行。这时在凡间出现一名老汉，伊倒骑着驴啊，经过伊身边的路人拢在嗤笑伊。伊笑笑说：“万事回头看，一心只向前。”布袋和尚回到天庭，凡间一定爱有人取代伊。不过，只要是看过老汉的人，拢讲伊是布袋和尚的化身。冯老伯伊的晚年过得十分快乐，每日闲来无事就落神布施，在地方上热心以公益。
要为子女、新妇以及孙子累积一点仔功德。俗语讲：“不求好生，但求好死。”由于饭老伯行善在日常，所以到了临终时无任何病痛，潇潇洒洒地离开人世间。饭老伯突然离世，全家上下无影成一团。饭生定睛地说：“老爷年岁已高，无病无痛，行完一生，这是伊的福报，咱应该欢喜接着，爱劳劳力力地为伊料理后事接着。”饭生的妻子卜书芳问丈夫说：“公公生前一定做了足济善事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福报。”本身讲无唔对，阿爹的过去是有一段真精彩的经历。本阿爸的名叫做本仁，伫个三十几年前是驾车先生。当时本家的生活并无好过，有一年伫要过年，本仁将一年所赚的钱准备要摕返去故乡来过年，伊要互厝内面的人过一个幸福的年。伫个返去故乡的途中，天色已经暗啊。本人只好先找一间客栈来过夜，打算明仔载天光才来出发。这天的半暝啊，本人听到隔壁房传来一阵的哭声，哭甲真凄惨，害伊拢无法度困。隔天，本人问掌柜：“早暗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”掌柜甲伊讲：“别人的代志，你唔茫管。”你赶紧离开，莫用管用事。本人觉得做人袂使这安尼，便对掌柜说：“话袂当安尼讲，请你甲我讲实情。我若是会当帮的，我就帮；袂当帮的，我也无能为力。你先讲话咧。”掌柜听到本人这样说，若是阁无讲，就有一点仔讲袂过去，便说。代志是安尼啦，你隔壁房的房客因一家四口是出来觅借住的，定有老母，中有妻子，会有两岁的幼儿。由于被借住逼死，男当家只好带着因都借住。我看因可怜，只好开了一间房，互因先休困。年关将近，这一家人歹过年了。本人说：“我这搭有十两白银，唔知影对因来讲敢有够？”掌柜说：“够够够，安尼因一家人就有救了。”本人说：“那麻烦你将这十两白银给因吧。”掌柜说：“这位大爷，你人真好，我相信好人会有好报的。”本人摇摇头，笑笑说。这无什么，救人要紧，你紧提起给因吧。掌柜说：“那我代替因先感谢你咯。”本人难为情说：“免客气，我急着赶路，过时了。”本人一走出客栈，内心相当纠结，嘴内闹闹念着，厝内正等着我提钱回去过年。钱已经帮了别人，那家己家人呢？家在家己并无欠债，相信某件会体谅我。掌柜将十两白银转交乎那一户苦难人，便说：“您真是祖上有德，来了一位贵人相助，算是逢凶化吉，转运了。”那一户男当家对了出去。无奈本人已经行远了，也追未到了。本人回到厝门口，车主杨氏听到有脚步声，猜想是丈夫回来啊，就为厝内行出来迎接。杨氏对丈夫说：“我算一个日子，猜想这几日你就会回来，果然被我料到了。夫君，阁过几日啊，就要过年啊。”我想要替生理买一件新衫。本人说：“您啊，大得真紧，
伊个衫裤也有。那无，我去亲戚厝摕一挂旧衫裤，你就盖一个，好囡仔蒙就着穿吧。要是不盖得门，咱平常省食俭用，咱看要过年啊，家囡仔添一丝衫裤无过分吧。饭连说，娘仔穷苦人家连饭拢无通食，也会奢望穿新衫吗？有时立文说，夫君，你是咧讲倒一户人家啊？怎样？学堂无收入吗？布袋和尚是弥勒佛投胎转世，要为众生找人间净土，神之传世故事步步精彩。邀请大家做伙来推广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。半部的号码：42274784，号名：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孟言对太太讲：学堂当然有收入，我欠一档算算的有十几两银，但是即马只剩只个碎银两。杨氏惊一跳，伊问讲。你是伫半路互人抢劫吗？本人讲无，一路上非常的平安，无碰到啥物抢匪。杨氏佮问：那安尼，你的十两银摕去倒啊？本人讲：我摕去帮助比人佫较需要的人。杨氏无法度理解先生的做法，伊讲：我佮囡仔嘛需要用到钱，你哪会当安尼遮尔慷慨？本人将代志的经过对太太讲了清楚，终于得到太太的谅解啊。杨氏讲，今年过年，咱就俭俭啊用，囡仔衫啊，我得用嘴巴来甲填。过年嘛，无一定爱食鱼食肉，田里也有一挂青菜还未收成。我去菜园啊，将青菜搬回来，今仔日大家就凊彩食食的就好啊。本人对囡仔说。生理啊，今年过年厝内无鱼肉会当食，这样可以吗？本生问说，为什么？本人说，因为爹提钱去帮助比咱较善的人家，你大汉以后有能力的话，也爱去帮助别人哦。有时算丈夫说，你呀、啊，家己拢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啊。也想要去帮助别人，本人说，至少难道无被债主逼死，并且要有饭汤好食，应该爱感得幸福了。我平常教书拢是教导囡仔爱借助穷人，如果家己拢做袂到，迄唔就真讽刺吗？杨氏说：是是是，你是当家，你讲啥物拢是对的。饭菜拢煮好啊！今仔日只有酱粿甲青菜，想食鱼肉的话，等明年吧。本人笑笑说：“也有，也有。我们前脚有收藏着一瓮酒。娘仔，厝内毋是也有土豆吗？帮我炒一点啊，好互我配酒。虽然本家艰难的迎接过年，不过也甘之如饴。”门后杨氏为衣柜内找出一支头毛针，这支头毛针可是随着杨氏寄过来的违禁品，是伊出嫁迄日母亲为伊插在头盔上的。本人说：杨仔，你提出这支头毛针要创什么呢？杨氏说：将伊变袂掉，也可以换来几两白银。这个年。咱便可以过较好一寡。本人说，遮尔有纪念性的物件，也是留咧吧。你毋是讲将来要留予咱的未来媳妇吗？杨氏说，未来也遐尔遥远，眼前即一关先过了较讲吧。本人说，咱又毋是善甲无饭食，必须点动即支头毛针不可。杨氏说。咱一人爱食几啊日的青菜，大过年的太寒酸了吧？本人说，厝内的猪油加一点啊盐灰啊，
饭饺饺呢，就是人间美味啊！今年就凊彩一点啊，卖个夹白头啊，大家较欢喜咧。饭声笑笑说，嗲讲得对，也有人比咱兜较善咧，咱要有饭汤好食，爱知足啊！饭人甲饭声的头稍稍的说，娘仔你看，咱兜生理真捌代志。全家酒足饭饱后，饭人施行大法，开始吟唱起诗词来。有时提出尖山来，背在一旁，一尖一山帮饭生风姐衣服。虽然是嘴巴轻道的，有时也风姐较相当用心，看起来不像是一领旧衣服。饭生穿在身上，十分欢喜。相公一定要有钱才会当过年。饭人一家人生活真清俭，吃的是简单的饭菜，但是因的态度真积极乐观，每几天拢摇头夹面。过年的期间，饭人伫因厝嘛无休困，伊写十几页的诗，也画两三百图。初十迄一天，王元贵来厝拜年，看家己饭人写的诗句甲字画。就出十二年银，全部拢甲买落来。本人对太太讲，钱布施出去，自然有人替咱布回来。搁再过几天啊，我就要回去学堂，恁的生活嘛唔免烦恼啊。杨氏笑笑讲：“是啊，王元辉也讲，将来伊的细汉祖囝要嫁予咱做新妇，你看咱厝我有福气个。”饭王两家的爸母一头热，饭生与王元贵的查某囝根本就未过电。论岁数，王元贵的闺女比饭生大小可。细汉时，两人虽然佚佗做伙，但是慢慢大汉了后，王家闺女并无介意饭生，也对父亲说：“爹，你莫阁闹啊！”我并无要嫁到本家去。王元贵并无将查某囝的话放在心上，准备在昔日宴会上要对本人提这门亲事。王元贵的昔日宴会上所邀请的嘉宾，除了教师先生本人之外，也有以前的老厝边张老板，大家一齐就餐桌。张老板两眼一直看着饭人身边的饭箱，便问王元贵说：“这位是啥人家的公主啊？”王元贵笑笑说：“未去甲你介绍，伊是饭先生的公主，名字叫做饭箱。”张老板愈看愈面熟，就对大家讲：“我昨暗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起十六年前的往事。”王元贵也住伫阮家隔壁，彼时因为王元贵经商失败，借助师兄登门要讨笑。当年我也毋是真好过，实在帮不上忙。讲也奇怪，伫行销期限的前一日，有一位清查相当朴素的教师先生，就为王元贵处经过。听到有人啼哭的声音，经询问之后，便将身躯顶累积一几年的教书所得，全部提乎王元贵。你迄位教书先生，就甲本生生得一模一样。本人听到这个故事，规个人拢起鸡毛皮，这未免也太拄好了吧？难道这是冥冥之中的巧妙安排？原来是囡仔来度化家己去行善的。既然有这个因缘，王元贵真想要促成甲本家这门的亲事。王元贵愈积极，伊的祖囝就愈反对。本人苦劝王元贵，勉强的因缘是袂幸福的。囡仔互相若无意爱，硬要将因甲塞做堆。我是无赞成的。本生也对伊的父亲表示，伊只是将王小姐当作是家己的小妹，并无男女之间的爱情。
但是王元贵也是坚持，和两个囡仔先交往看卖啊。三年后，那是两个人搁无感情，伊就袂搁再坚持这门的亲事啊。三年后，彭星甲王小姐两个人感情不但无进展，而且王小姐嫁伊的是别人，所以两个人都愈行愈远啊。今日故事咱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请继续收看《弥勒佛的故事》，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弥勒佛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有一句话说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方生跟富姑娘两个人升天之后，过着神仙般的生活。但是方生年纪轻轻就往生，他感念父亲在凡间没有人照顾，因为这个孝心感动了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答应让方生带着家人下凡到人间陪父亲度过晚年。方老伯如愿以偿，有儿子媳妇和孙子陪伴，享受了好几年的天伦之乐。有一天方老伯突然过世，富姑娘好奇公公为什么这么有福报，方生就分享父亲过去的生活点点滴滴。方生说，父亲方仁是教书先生，帮助过穷困的人度过危机，所以老年才会有这样的福报。方生对妻子说，自己曾经有一段婚姻，前妻是王员外的小女儿，两个人没有男女的感情，只有姐弟的感情。当年王员外为了报恩才把女儿许配给他。方生说，我跟王姑娘并非情投意合，是双方家长极力促成这段姻缘，还为了培养感情约定三年之后再娶王姑娘进门。王员外越想凑合，王姑娘就越反弹。方生对妻子说，自己从来没有喜欢过王姑娘，完全是王员外一厢情愿。方生还向父亲表示不会与王姑娘成亲，但是方老伯却认为感情的事很难说，一切顺其自然，现在说不愿意，说不定日后就会生情了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弥勒佛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心佛拢献花，玉皇大帝在天顶，地间诸恶好众生，众生献花在民间，故事精彩代代传，好请众生来保庇，奉献本上帝神威，众生帝神威，安民官公上界公义气。革命时代的功，在今夜叫做着功名，不在心如你感觉荒凉，为民发风是上帝功，发誓过海电神通，三清道祖是教主，主管三界化万物，造神爷一向爱吃甜，你是上心爱拜祭，两手菩萨有两经，文武相传大汉拢会通，寒山拾着真好啊，亲像白镜古未相当，三太子你落车骑风火轮，伊上盖下你落骨都大大，欢欢喜喜什么拢唔惊，先风也像落叠生花，做做歹伊谁知影，车卡大仙人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袂定当，土海人谁爱拜妈祖，想好伊人平安免烦恼，人做地府有阎罗王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。
可唔通邀请来做派。脚踏实地求众亲人保庇，予你无烦无恼。